跟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安利一下孔雀这部剧吧。好，不仅是跟现场的观众安利一下杨丽萍老师的代表作，就是打call介绍，对，那我继续安利啊，不仅是跟现场的观众朋友安利杨丽萍老师的孔雀，然后有跟所有的景德镇的朋友热爱艺术的小伙伴们说一声。杨老师真的是能够把孔雀带到江西这样的一座城市，因为景德镇也是一个文化之地，然后和杨丽萍老师的孔雀在景德镇相遇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。然后生只为你，哎，你不说我一下子都翻篇忘了啊，哎呀，有点忘词了。能想出三句啊。好的。云开处雨过晴，这般烟似雨行，滴答答滴滴答，不能滴答了。对不起，一点准备没有，下次我完成。